我们要进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场次了。那我们第一个场次呢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台南县的非常有名的那个文史的专家哦，因为应该是著作本身哦，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树人国小的校长张新南张校长。我们新营哦，长久以来呢，夹杂在那个很有历史的两个乡镇之间呢，白河跟盐水。那可能很多人呢忽略了说呢，新营呢其实也有它的历史跟文化。好，那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说，新营是没有文化历史的地方。那新营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呢？我想张校长一定觉得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校长来告诉我们说呢，新营的历史文化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样子？好，那我们去欢迎张校长。今天看到这个阵容啊，相当的惶恐，因为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我认识的老朋友啊，也有很多呢都是在解说方面，在这个工作方面也着力相当深的学员。所以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说今天所讲的有什么比较不好的地方，也请多多批评指教。那么在还没讲之前我要带个前言第一个前言那个在上个礼拜的记者会里面我曾经在记者会里面说到，我们这一次变现中的庙会文化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它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精英走向通俗，通俗如何提升自己成为精英。我想我们台湾这几年，尤其是2004年那个整个政治环境改变以后，大概这个整个思潮整个那种感觉就有这样的一个变动。我想以前那个精致的文化，先进的文化，像那中正纪念堂在那边表演的一些什么艺术团体那一种不再只是孤芳自赏，应该怎么样让风俗能够让一些大众普罗大众可以欣赏到。那么普罗大众的一些所衍生出来的，像我们所谓的台客文化，我们的义正，有的人都认为说那个眼睛不能够去追我们怎么样提升我们的义正，我们的宋江正，我们的一些什么十二宝姐小波饼，有的光的男人广南都不追都太狂，但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种我们自己生活在周遭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把它提升更精英？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课题。我想，我们一直在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医馆你都叫我去医馆，那怎么样才能开口批注？怎么不批注嘞？原来也批好批注。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主题有这样的用意。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其实我对浙大的用心一直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做。做到这几年的改变这几年的成长，让我们有目共睹那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好的一个连接所以我看到那个王公庙这一次的一个庙会我自己亲耳参与，因为我以前在白河也成立交通方向协会，那时候交通方向协会在白河的角色也有点类似像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设到这么的持续这么的茁壮，它一直在茁壮。这让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的韧力跟坚韧的力量相当的大。我想这也来自这个也一方面也要靠各位的支持这个是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我今天要讲的心灵的，我常常讲用心灵的崛起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讲心灵，但是呢，各位一定要了解，心灵的发展在我们附近的乡镇里面，包括白河。包括盐水，包括铁线桥，包括猫头鹰，一起做好起来。近年后面几乎可以说是日据时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的，多年日据以前，那个木平都可以关小村庄，像欧公庙、新娘庄、休息场面，
嘉义新娘是安怎会变成我们台南县的行政区中心？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啊，这些是值得探讨，各位可以去帮忙我留下之后把整个时空概念把政府的架构稍微把共鸣带起来吧哈。第三个节点呢哈，我想第三个节点可能讲比较长一点哈。因为我想各位来这边大概很多都是从事几周年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有意思要了解我们近年历史的一个工作。我想说服力重要啊，你怎么样沟通力跟说服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去把你的话讲清楚让对方了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关键的好。我想在这讲之前，我想举一个我最近看了那个什么那个卡内基的一个什么反正说服力的一个书吧哈，一本书吧哈，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卡山索的魔咒。卡山索魔咒，卡山索那个是希腊神话，他是希腊神话一个很有名的女祭司。这个女祭司呢，她那个阿波罗跟她求婚以后啊，她拒绝他，所以阿波罗呢就给她一个惩罚。什么惩罚呢？她有预言未来的能力，但是呢，她的预言不让她信。所以呢，他曾经预言那个特洛伊战争的失败，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的一个未来，但是呢，特洛伊城不能再重新，是最后特洛伊就走上什么灭亡的边缘。那么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现实里面有这样的困境，你是在讲有看到那边未来啊，你这个月在现在公司起码就有阿伯已经出发了。人家说你一直在预言未来，但是你都不会来行。你在公司也是一样，可能在公司里面，他你会说，哎呀，这公司也给你们的管理，他就可以干。哦，你跟老板建立了，你跟你的上司建立了，但是呢，你马不会来行，到最后公司真的走向你所预言的一个境地。啊，包括你跟你的先生、你的家人，啊，包括你跟你的朋友。你可能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可能没有人在信。我想这个困境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有，所以怎么样培养你的说服力，这个很重要。所以台湾惠普公司那个董事长啊，薄一点，那你就举一个这个例子。他说啊，他在美国当经理的时候，美国当经理的时候，他们总经理哈，我现在过了哈，东西嘛，带我教学做过一回，好那。但是美国的表现，你是一个人做决定，是一个人在做你们决定，他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打不跟你说嘛，公司决定还是两个可以。所以听着就很不服气的说：“哎，我这公司，我想卖这个工作啊，蛮好不干的、啊。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升我？为什么升那一个人？”那个同事就跟他讲：“你蛮好不干，你有错。但是呢，你很少跟人家沟通啊，你没有让你的部署，你没有去。”说服你的部署，你没有好好跟部署去做一些沟通，你没有办法让部署能够了解你的概念，你没有办法让部署了解你对整个公司的一个经营的方向，你的沟通非常少。所以我们你的问题很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不是很当。当然他得到这个教训以后，他有改变，说他当了台湾惠普公司的董事长。我想这个是缺点，这个缺点另外再引申一个第二个神话，这个时候就是薛西佛斯，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薛西佛斯哈，这个我讲很多人提过，他得罪了上帝嘛，得罪了天神哈，他就给他一个惩罚，什么惩罚呢？他每天就要必须顶着一个大石头，顶在一个很高的山上去，他顶上去以后，那个大石头再滚下来。然后呢，那他在捡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艰辛的，那个山头非常大，他把石头捡到山上去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哈，可以说是汗流浃背，还要加上头破血流，但是不眠不休，费用也，但是捡到山上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哗啦哗啦就下来。你可以想象，当他捡到山上去所做的努力以后，发现那个石头一下子滚到山去，所做的努力化为乌有的时候。那种失望、悲伤跟挫折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西西弗斯有没有因为这样就从山上跳下来自杀？没有，他还是怎么样？
乖乖的，他非常沉稳的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下山了，再把那个石头慢慢慢慢慢慢叠上去。哎，顶上去以后，那石头当然就滑下来。我想这时候如果你是天使，你可能会接着抱怨你的惩罚得到了惩罚，但是歇西博士就转过背来，用背部朝着那个惩罚他的上帝，我还是要再去把石头顶上来。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每天都做这样的动作，乐此不疲。我想这个是在我想歇西佛的困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会有，包括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每天重复的上班下班，重复的在家庭的我们在背负着家庭的负担，背负着在公司业绩的压力，背负着在学校承受一些委屈，每天呢几乎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在经历着我们的生活。我想最重要我们要学习佛陀的精神。各位，这个重担啊，这样的石头每天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且是不会上去就不会再下来，挫折是一定一直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挫折，我想我们必须学习佛陀的坚定的力量。好，那么开始我们进到我们的正题。好，我想到后面这个地方，我想请各位先看一下一些图。你刚刚先看一下几张的古地图，这些古地图啊，我是从那个脸谱出版社，它有一个展会版啊，它展会版，那个展会版对地图的那个展会啊，相当清楚，在古地图里面没有这么清楚。我叫队长，还有说我爸爸是队长，对各位分享一下。这是在这个展会版啊，是在清，这个是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地图，叫台湾内图啊。后来我叫队长，他有套上颜色，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台江内海。这当中的地图一百万概念怎样呢？是往南往西的啊，那时候的地图概念是不清楚的啊，对台湾它是非常啊，就各种写列都叫内图。在这里可以看到说除了安平镇，现在安平镇以外，另外还有梅港尾是卖上头的人在，和其他的毛港尾毛港尾这样的。这里呢，这等于当前好，你会发现我们这附近没有金银，没有盐水啊，没有淡化啊，上面啊不交流原关那个地方啊，这条街可能有的街卖上门街啊，这条街可能上门街那啊，这条街可能上门街啊，一些维度简略，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出它的一个期的那个，但是可以发现这个这样一个毛岗尾梅岗尾还有一个梅岗尾啊，有麻豆方阵啊，这里面可以我也略略看出当初的一个什么一个台湾的一个初期的一个发展啊，再来放水晶。有一段时间那个教务长不是说我们地图是砍的吗？在早期的地图，台湾都是砍的啊，以罗基本上现在地图就是打那个什么北方在上面，所以这个地图都是砍的啊。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清康熙35年的那个什么台湾府志的总图，这个也是展会版，它也是很漂亮的哈。那个原图它没有装在，但是相关位置都差不多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哈，那时候的台江内海哈，台江内海跟那个展望位也是相连的，像各位啊，接着是近代台南城哈，台南台南区诶收窄了哈。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哈，经常记得是近代历史，近代新区的收窄新港哈。啊，家里新李建祥，广富坝都是金脉磨刀，金脉磨刀，那金脉将军开始哈，将军哈，开始啊，吉水溪哈，你当然这个位置都是粗略化的哈、啊，你可以发现哈、啊，那时候啊哈，整个西海岸线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是那个什么，你看现在南昆森、北昆森啊，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中央连的呀，好像是中央连的。以前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枣红面海，这个叫做台江面，它是相连的，它的路连。谢谢。啊，这个都连在一起。然后呢，因为这一个我们的台湾海岸线啊，台湾的所有都是由东边往西边往西边流，所以那个夹杂的很多流沙，慢慢把我们的这个西海岸这个地方慢慢淤浅。哦，这个淤浅的路脸的情况，大概在乾隆末年的时候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我们坐出去，各位可以看到啊，多几年，中国几年啊？哦，就是这个说法，当然计算的，大家讲句老实话啊，啊，这个时候毛泽东他也没有画出来啊。所以可见到中华高纬慢慢没落。所以这是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时候福建通知的台湾府，啊，这台湾府跟那个台湾那个府治的总督啊有一点类似，啊，变化不大，啊，这个说来担心哈，这个海岸这个地方这几位现在比较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啊，大概这个说啊那这些总部吧，他还是写大规划啊，这是等率，哦，而且给这些，啊，这是计算表，哦，注意的话，计算表，啊，那当初计算表是做表的啊，这个参考，所以那时候他们我们的四大大表，蒋队，啊，蒋队，毛方伟，计算表，哦，啊，大家也都有这类的摸到，这是。岛风内海有四大判断，啊，它这里台江内海，啊，这带来风险，啊，对吧？技术改革的它进步啊，这个方向不一样，啊，这是这个新金融三十二年，如果多少期啊？大清万里统天下全股来对吧？这张地图里面呢，你看它的方向就变了，它就是它就是现在地图的一个什么一个位置的东西南北啊。所以这个台江面海它画得很清楚，哦，那这个地方到了岛风内海的位置啊，弱的啊，这个地方啊，跟李守长有关，因为清乾隆这几年的时候李守事件以后五楼山有灾赦啊，灾赦当然一样了哈，然后后山用尾龙山，啊，比例上当然也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它已经相当进步了啊，对，好，这个是新乾隆二十五年，这个地图就是直立的，不再是躺下来的哈，啊。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安平镇这个地方都红色啊，毛岗尾、西上桥、北家庄啊，黑当村的，黑当村的城镇啊，黑当村的村庄，代代起来哈，代代起来，从全部的介绍。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海岸线，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海岸线已经到这里了，但是海这个地方都还是海。包括马沙坡这个地方啊，入我们这个地方，入我们它这个岛，这个外面这个沙坡啊，这个地方还上面入的啊。好，这张全图嘛哈，它乾隆54年跟陆老师啊，一画画人家呆张龙村的哈，它画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已经比例越来越准了，比例越来越准了。这第一点，各位不需要放大点哈，把它放大给各位看了哈。
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是遭到有一块陆地已经一片平的，所以茫茫为一片无疆道啊，你就弄了的呀，不再是怕反了啊，一片啊，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变化。好，这一张图嘛，哈，我看到，因为我刚刚侯佑生在侯后生哈，你说，你他非常用心哈，因为我一直在，我后来找到这张图，我觉得他真的这一块我该入完感情哈，够用心，这是一个这个方方的教学，侯后生也在说哈，这样老啊，一杯哈，他这个颜色不能代表不同的服务的不同时期，那个特别分起来，那个这个。这个层次啊，一他我到了他这里的写哈，黄色的部分，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代表康熙时期茫茫为宝的领域的哈，这个绿色的是雍正时期服务地，黄色的是乾隆时期的服务地啊，这是道光时期服务地，他把这个不同时期分起来的 OK 哈，底下做起来做做整理哈，于是所会就从一个底下做一个盖哈，用铁棒做来处理这些。好，位置上会比较，可能看起来都比较不那么乱。各位可以看一下，茫茫为在早期，注意看它叫茫茫为早，因为茫茫为早，所以可以叫做茫茫为早，或者进小早。等标以前的所在，以前做的行政区中心，以前的所在做一处嘛哈。在茫茫为，因为茫茫为这个所在是在以前的所在了哈。方方，看不清楚。在南坡，哦，这边南坡，茫茫为早，你看到哈，这是刚好。它这个蓝色部分就是它在辖区，那茅岗尾岛所，茅岗尾那个所在较早换过来了啊吼，包括即卖这个柳营、大丰营嘛吼，南门营啦吼，啊，再一个什么呀？包括即卖这个都，现在很多柳营的地区都是属于那个茅岗尾的领域的吼。再一个北线小宝，北线小宝是新疆家，那个他刚刚讲这个绿色的部分是清康熙时期后一代。现在说的，哦，我再往前走一些，起码是在高速地下了哈。现在这个整个都是陆地的，啊，刚在高速，现在有一些，这现在有一些部分它在弄土堆的，弄土太深了。有一些部分就是现在哈，包括起码一样，一样，它在马龙你最近在这样，啊，一样你还你怎样？你那还挺有范围的，你这都在，大概在那个什么，在那陆地的旁边。这个都在这样看，这样去，你导航面比较起来了哈，当这个左边上去这个吧，哦，包括水电厂家，啊，你看到东西上靠边会怕啥？所以导航面在在左边上去吧，哦，这个在这里家，啊，清水厂家，所以看看这个地方哈，看到东西，所以看到大家应该老家的吧，你家老区清水厂家老区，对不对？所以这个都在江水啊，江水。江西上加了这个江西上我靠加东西害啊，而所以发展西上加了，大概是从前面的清水港到江苏，但是这个江苏了以后，一切这个河道慢慢改变，改变到你过来的要水，你过来要水太窄了，你过来，而最终发展西一度时间一度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水港跟盐水港之间还有些旧的一个河道，因为哈江西上。其实你做水务通知，这个地方跟这个家叫水务通知哈，这个我在讲，它大概和大众有关系。其实这帮太窄了嘛，你这帮太窄了，你这帮太窄了，所以说我们进去水务通知哈，这些所有的佛一些佛佛的啊庙口的庙尾了哈，就是包括这个各位这里。再过来就是各位介绍哈，我想要讲心理，一定要从我们大兴地区这边开始讲。你们几年的都后改哈，是非日治时期在开始有进大改变。那么这个改变通常这个改变事实上也要周围在改变，它真的在联动啊。所以在那个盐水港哈，在那个四大探访文件里面，在那个台湾汽车台湾古镇里面，在清乾隆二十五年，在这文件里面都这样记载。啊，四大开港的一个文件就是这样啊，盐水港、导工港里面有三个啊，有三个开港的啊，分别三支啊，分别就是收容站。它这个导工港哈、啊、和后生已经有
啦，咱讲高雄港高雄内海，伊刚刚讲岛东港、麻豆港、毛港尾、王港、文港这些名词，都是因为长期因转制宜所形成，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毛港、麻豆社活动的地方。伊永内发音，你刚刚讲伊讲德丰，因为台语嘛吼，港啊啊王。挖刀，嗯，刚刚这个因素呢，基本上它从台语的发音来讲，接话我不敢列举哈，你单就把音为接举，好、哦，其实这个地名应该都是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因为音转长期音转，所以什么刚刚刚刚刚博感，其实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因为我们有很多地名啊哈，特别是那几个名单代表的哈。好，这个讲到的都有了哈、哦。毛港尾哈，在新界一个毛港尾村啊，我们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浙大有办一个，当时我带一些人过去那边看。那么你如果到你站在那个地方看啊，你会发现那个旧港区、旧港啊、古港啊，夜花大会、古港的位置，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口啊。一老年啊，在新界毛港尾哈，这些生活中的好处啊。阿彪哈，前面阿彪，你看出这两个这竹林，竹林上呢前面有一个低洼的一片低洼地区，那个低洼地区也是一个话，你可以刚刚还可以想象看看刚好的景象啊哈、哦，所以这个毛这个东方之它是有这样在文献当中记载这样的，对，刚刚我们看到的台湾列子、本岛纲列子，它就是有毛岛的，而且没高的啊、哦，你看。那个多中间做的建设里面，清康第五十六年，他是这样写：毛岛尾哈，海畔广进大陆有桥，当转造子战虎，旁经货物当给一至二代的双子。啊，这个代双子的话，就是模上六代了哈。但是你光标题一五九年上岛，好、哦，而且西周三五是清乾隆二十五年去告别哈，他说啊，意志自古一路是正，此为最大意志。七百分七啊，你买这个风险了哈？风险啊，等一下，第四个节日生产，做电视的那个多钱了哈？多钱造代三户，这多哈？这多在这个毛岛我是想到跟你讲过来啊，就是说嘉义到台南路上这个地方是最大的，在那个西周光武寺里面的文献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文献记载。好。当毛岛尾很重要的时候，它是怎么重要哈？刚刚说了，我说过那个说法的，大概有这个说法啊。包括我也讲的，在不一样。这吴正龙哈，现在跟那吴正龙说，是不一样哈，都是他在那个地方不一样的遗迹啊。他在大家光复院这独领的李家嘛哈，他是叫什么地方地？他在港口上的位置家，刚好。港口上来是很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很热闹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到底的地关地，地关要填地关，地关老家里的地，啊，这就地关地啊。这里说了五月中山地关，标题公这条路做保安，这条路你看到天后宫老爹啊，也有一条标题天后宫啊，所以整个港口上来啊，这个天沿岸非常的热闹，啊，那它是那个嘉义跟台南府的中继站，所以说有驿站哦。它到底关边哦？关哪边去台南？我讲这些港里关，这些左右关，哦，左右关。有人比较解决解决嘛？哈、哦，这起来到这中国的直接就出。所以因为它到毛岛尾设有驿站，第一个是驿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官放一家些用的所在，所以这个做驿。这原因，因为中途站，所以它就很热闹，都老贵的，所以来来往往的一些商家啊、官宦啊，包括货物港口的分头港啊，整个货物的一个什么一个地区啊，它有很多特别是当时都有小洋公司看看哈，繁华的歌龙蟹啊，标准工做老贵，所以。三间啊吼，三间讲几啊万户，几啊万户，你去看毛公啊，你怎么去毛公去看，真正跳一步上来出来，好，一条从一条怎么样，一条路到底这个天安门条路叫咱的几线啊，线上的规，你站在那个
现在他们一条路看到的是往北的关道啊，这里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什么一点体会不出那样的风光啊。好，然后为要哇铁线桥啊，大概因将近不是很远，大概也跟几乎同时，但是铁线桥大好漂亮嘛，计算也大好漂亮嘛，但计算桥因为都是几嘛，生意生意啊，有生意有一定经验啊，就这样不叫人短，这样比那个地方已经形成蛮不小的地震了。所以康熙57年的时候，重建毛长伟铁线桥，这样很好，建好算的。韩旅云是当旅的主座啊，这些不那么来的一直说哦，这土的哦，韩旅什么土那什么旅嘛，旅旅啊，那这么密集来谈啊，也应该是这样的哦，当旅不就是这先立党了哦，现在到这说的那平常他的主座装的那种空间啊，正好配在那不对了哦，计算机以后这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瞬间，到康熙61年的时候。他曾经给这条更名为通济桥，所以今天嘛，地上有其他就是通济宫，这个点来，这个通济宫的由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他有这样的哈，也就是说哦，那个台海的史查姆里面，他有算这段史查跟黄埔族的这样一个记载啊，比如说台义村路以德独岛，给这条以北纳履仓国，桥梁一堤，阳关塔如何？二起县南也改名通济桥，哎，意思是啥物呢？其实咱台湾那个怎么样？就大概是春天的时候嘛，在西北嘛，在八号景象的时候，可能在热，现在不热哦。它这个景象就是这样哈，它一直台湾这个地方春天了哈，下雨哈，下雨比较少。这铁线桥以北大方的桥梁都，这有啊，计算有一种就是有了哈，有了一百多台哈。比较多的，但是接了嘛哈，收来哈，就落后了。所以这个梁文卓张发通，他那个在，那个是那个时间哈，或者只有在南部，滋润南部，应该怎么样？通济，通通要怎么样？通通要滋润到南北，所以把那个小城通济起来。所以起码，也代表这个起码一个通济宫，就是那个铁线桥那部的通济宫哈，也改名了，改来哪里来哈？所以这个是也顺便就是各位在方啊，这是在微信上面的地方。通州南通州公。铁线桥啊，这铁线桥，因为计算铁线这几年呢，也知道通济宫，国铁通济宫，他们计算里这个连这里他从完全都在所建的地方哈，它在里面古的保留，其中这种修建的方式我很赞同。但古原来他大一修建修修建的话，你讲发展五公分啊，现在修修建的时候哦，千万哈，那古庙的价格啊，价格都有些东西呢，他的对于这方面的出的标准嘛哈，在购买都公开了哈。第一个是啊，我们公司的东西，中间的钱呢哈，都已经进了玻璃，这就是玻璃中国到处去的，啊，再往外扩建，应该是这样比较对，而不是把原来这个地方把它古庙的价格都提出。好，我记得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做我们旅居就是调查的时候，已经很棒了。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那个房间片哈，就在那个房间片里拆掉重建完了。结果我发现他从他一拆掉被拖拉的方面，梁柱哈，古围中也当做波动，梁弄断，没有朝顶啊。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有蛮痛心的。房间片里北头那栋北头那房间片还停留，一点没有哈。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庙，也很有历史，但是一些改变是不断的下降。我听那个庙公讲嘛，一些改变的主题是过不去吗？走在过不去吗？你的住两公，这么辛苦几年，啊，你玩一下都是几天啊？我们被讲完一下后，可能到早了是吧？你再过嘛，那个收入就这样被流失了哈。所以我想这个是，这顺便也是跟各位不是说介绍的哈。他这个地方，这个文献都可以看一下哈。你这边好，就是现在这样子啊，大家稍微有空到北京的讲一讲嘛哈。这个通济宫啊，大家就看一下北京在这前两天，这是我们在开宝的一段时间。其实古建不只有这一段而已，它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大村落啊。以下都它在边上哈，有仪式，有人事，不少这里起居住宅啊，甚至还有很多戏馆，也是有戏馆啊，弄古的地方哈。我刚讲这一段，这统计就现在这一段。
各位看古街哈，各位有讲我们说新化古街啦哈，麻豆古街啦哈，包括这样古街，其实这古街实际上不是，我认为啊，不是古街，为什么？其实是分析在才有的。你各位看一下那个新化老街，新化老街那个怎么叫老街呢？因为新化老街以前其实分析在一个区域啊，一个是就那是不是很远？其实我在看这个老街前方那里东西就是那。公山路是很小气啊，都是上下，今年的公山路上也有很多这样其他的生意。啊，这下边讲一讲怎么又上来了。这个用山路对吧？就是这些是往那个高速上，这个是讲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老街屋啊，哈，这样是去算的老街屋。但其中台湾的老街屋哈，很少看到，所以呢，还有那个现在我们连水的那个台湾老街屋，还可以看得到这种老街屋。做楼梯一个特长，下面都可以，但是空间不长，往下面都可以。啊，但只要开放，超前那个点哦，那个窗户，一看这样长，也在像这样打开。啊，这做前面是像这样打开，它这样啊，就像这样打开。我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就是说在干广告里面哈，大概是这种，他们这个楼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金像的台湾的金屋楼梯屋。微工新加坡的比较高，这个比新化老街很古老。这都要算台湾的街屋，要真正大道地基的台湾的老街屋啊，包括另外交代老街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各位去看一下，它那个什么，而且前面跟后面有时候它可能是住家，还有那个夹场阁楼，尽管是储藏货物的地方啊，那种我们台湾老街的形式跟。那个新化老街是不太一样的。好，啊，各位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你来这边 O A 上面啊 ，O 问哈，这主板道啊，那个铁线条的主板道哈，也保一共多少米啊？大概2公尺深，还有那个古代的主板道。哦，如果各位哈来公司那边 O 活动了哈，来太低啊哈，2公尺深了哈，因为不能就 O 放来哈，因为拢改了呀，那多 O 的料哈，这主板道那个。来感谢他哈，啊，这个是做了电视地方这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对当时铁线桥的一个形容了哈，啊，他是这样的哈，后一群状况的哈，聚落依然是风曲雾泛区，桥口低杆杆，桥背受清机哈。这一，我讲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古书史，因为这古书史里面无意当中都流露了对当时景象的描述。我想很多文史工作者他会比较早去注意到这个地方。我想我在文献里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可以证明在当时就是这个景象，诗人所写下的一个景象就是这个样子。但你看啊，记录依然是啊1577加1577啊，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还有风景不换机，因为铁楼哈，这很多可以让上万不换机的是很多六口的多宅，很多就两个多宅，哈、啊，很多那边多宅啊，风景取的是巷道嘛哈、啊。那桃火低窄港，高景的浪潮拍打那个岸边，哎，那个浪很大很高嘛，那个港就显得非常低非常窄，好，铁线桥，那桥背做清机，铁线桥。当不但可以走人，而且还可以怎么样？从这个字里面来看，它还是有那个什么，这个机跟现在的什么卡车不是这样的哈、啊。所以这个机是它在里面飞车，人形的飞车，不是像我们现在什么，我们现在用什么计程车哈、啊，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它，你看它，因为有这样的活，也让走人，而且还可以怎么样？还有那个车子。好，他们现在都变成是什么？王光伟是青年子的孙，铁线桥金马子丹青年子的怎么样？女儿弟啊？为什么？在当时青年还没有青年阿伯正上面，这当时是铁线桥堡，所有行政区我们大兴基金是以铁线桥为中心，所以这个铁线桥堡，但是这个金马以前嘛，并且青年子的学弟啊，我想。这个几个原因我分析在这里了哈，就是这个达龙威尔的海路嘛哈，达龙威尔的重度化，
让他们坐缆车。我想这个交通是很 重大的因素啊。那这个路陈述之体，我这里有在到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啊。其实因为在那时候，集水机跟蒸汽机进入掌握内海，路水还不严重，流沙夹带量还不灵。到了乾隆十六年以后，发展期一个大洪水赶到，所以改由清水港注入掌握内海，加入掌握内海路况。这个部分就是掌握内海路况就更严重了。啊，大家这些流沙量、打风量很快就露出起来了。十九世纪以后啊，沿路的啊，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盐水港取代了这个地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取代了马岗尾，取代了铁线桥，新兴的一个盐水街，盐水就崛起的。对，铁线桥跟马岗时代过去了，但是盐水时代来临了。好，我们看看盐水，啊，盐水对。所以那时候就变成盐水港岛啊，各位可能像江西刚坐啊，江西刚听，在就是比较也是盐水港，将去变成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什么一个行政区中心了、啊。好，大荒年间的时候，盐水接附近交互邻居，交互就是基本上面以前都是交互，基本上商会、工会。这种啊，这种东西叫交互邻居哈，这个盐水港街附近的哈，这一种交互非常多哈、啊。那一直呢，刚好边的起码，我在猜测，大概就是现在的护壁宫前面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哈、啊，那个地方是我已经上面已经踩的，走到地方踩的了哈、啊。那个地方以前那个附近有个叫荡轩街，在荡轩街就在港口的旁边。啊，在文献里面它是这样描述的：上新街就是每天就住，就每天就有很多水手，啊，很多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走那个地上去，然后就扛货物啊，哈、啊，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很多水手住在那个地方，它、啊、很多交互也在那附近，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讲有多少个人啊，啊，它是我们那个地方。盐水环送出去只有成果，城内里面有水好。各位，你那个城的那个遗迹啊，哈，你可以大概看得到。但在东城啊，哈，在什么地方呢？东城的是将军国秀，出来大约所在就是迄个路口哈。将军国秀是东那边的，就是这个江水的哈。嗯，是啊。哎，啊，江水刚阿哥的这个南港。后面是三岁路口，所以在这个所在就是一个东门，啊，北门就在那个古庙的后面那个地方，南门呐、啊、哈，南门就在那个今麦的上面加油站，在就是今麦的上面在图书馆里，就是图书馆现在图书馆的边岸的所在，大概是这个位置，但其实呢，成果也整个成本是水泥建，大概是有点。它兼顾的石头跟水泥的建筑，但是成本跟成本之间的连接是用比较简单的独立啊，我提醒我满地等讲一种城墙那么坚实啊，在江西扎起是一心下能量啊，江西东家在大家江西东家早跟你尊了，那时候前台有20个厅，但是前台总共有20个厅，嘉义厅过来就是江水港厅，过来就是台南厅。这当时江水港厅的地位就是跟台南厅、嘉义厅平起平坐。好，那时江水港是老的，但是拢是多，所以因为老江水人，叫江水较早进去也是，也是有很多试验。包括你地方都有发展过吼，咱江水厅出的什么啊？出的什么酒店？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所啊哈，安化这个所在也开始开始那种历史背景了，因为这个所在大家参考啊，所以它的比较深色场所就会比较多啊，所以它那个范围的辖区包括现在福袋庄，包括后街，包括北河，包括新娘，包括六娘，包括哈新高后南城，南城啊是这个东山金家了哈，花刀啊这些都靠。东西小于江西方向的房子，啊，那时候行政区是这样的。好，
这个时候去当前头都是去讲解了哈，这个办这讲解我都不是用重点，我再介绍讲解哈。好，讲解脉络哈，好，大概我分析大概有三个原因了哈。第一个原因大概这个是找到以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1855年哈，这互联网的资料，这互联网的资料是相当会改进的啊。1855年啊，盐水爆发大瘟疫啊。那个瘟疫啊，这应该是霍乱了啊。长达25年啊，各位想想看，为什么盐水那个地方会有瘟疫？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很一个交通要塞，当陆海陆的一个汇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那个什么，就是重点挖掘，去积水收山，所以它的瘟疫它的流行也就自然了，但是很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这个霍乱呢，当时的时候是传染病，长达25年，每年都超过500人。所以这个盐水风炮的起源就是这一个瘟疫很重大的一个关联呐、啊，因为这个瘟疫，所以他们就发展出风炮这样一个这个文化啊，这个是这个很多文献都有写到的哈、啊，我只是把互联网呢这个比较确切的时段啊，这是放互联网的资料啊，再来。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关键就是1438年哈，里面新建铁路，日本人在新建铁路，盐水地方人士哈，他认为这个东莞铁路破坏人家扁盐啊，好、啊，所以他们当地的一些师生都要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哈，我乱讲，有一些决策哈，有一些决策在当时看起来当时正确的，但是事后我们发现它影响非常的大。有些看起来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有些看起来是错误的，但其实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地龙是不是讲了？是对张一下过来哈，这对天来要过来啊，这里讲对，这里才改啊。早期那个时候的规划是这样规划的，东关线的时候是这样规划的。但是因为到江对线的时候在，因为江对线的时候在换水，所以东关线就稍微往东移，主要是天气比较好些，这边好些啊，这边清凉。就来牛羊，就这个是说的，他们稍微往东，所以造成什么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三个地方的，我们再看一下三个地方影响，先聊，相对好像，这说的是他说的用我们的应用表，而到三个地方的兴起，包括后壁、心理、演员这一些的，大到这边的兴起，一切是一个广。加一类跑台的时候才看到你千聊想老费的，千聊的时候才是想老费的啊，在还没有设后壁站的时候，千聊的时候才是不费的，结果后壁站都已经我听讲哦，跑台这站已经一样都无人，那么说，刚才不是后已经站遐哦，搭起这些所在有几个呢？好，已经都无人。然后呢，为什么那个地方慢慢重新建立？这里设站以后，就慢慢有一些货物的吞吐嘛，哈、哦。所以就慢慢有一些人就开始盖房子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凭什么？我们说你会发现，好对啊，他还是说在不做冷链，你会发现后壁村在那个地方不是很热闹，这是很新鲜的说法。那因为它的兴起是一个车站，而且它又没有工厂像金岭这样，金岭为什么后来发展成这样？因为金岭现在是厂房问题，它不够，还有因为有糖厂，还有有锈。都做给工商的配合，才慢慢形成大公司。但是，天聊的所在，因为大家所在是安那，我台湾经济在就相当了。基本上，伊的发展较无，你看它要临近新营，所以基本上伊是以新营为中心，啊，这样。所以天聊嘛，马来帮侬，所以天聊不是让黄金鱼老家的所在，黄金老家所在，因为你大家靠红边嘛，你家靠红边嘛，所以。因为后边小头会挂后边起来，新疆架起来，包括牛羊呀，因为牛羊本来是这个，都牛羊也正常，本来是这个上面有些土都是木皮的，然后这条然后慢慢是可以从车站这个地方发展过来，啊，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是顺便跟各位讲这个铁路的关系啊哈。好，开始我们再进到我们今天西岭的崛起啊哈，我想西岭在我这个地。在那个河西站正式布向河西站开发盐水港的时候，新井这个地方还是荒芜之地的哈。
当时有部分的屯兵啊往内地垦殖，在本地开辟出一个新的管理村叫做新娘。所以李凯坤讲最时阵有一撮人到你家啦，刚刚讲的啥呢？所以这个时候来就不行了。而且撮人家那种不毛之地嘛，不盖起啦，因为他基本上来到家来在凯坤那边讲，也作用起来那边，所以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海陆交通的要塞，他根本没有那一种背景，没有那种时空背景，所以几分几分钟。以前没有火箭啊，在当时根本是没有火箭，所以在台湾图旅途转向里面，这个1862年的这本书的成都大概这个年代了啊，太初经变成太初经过，还不是新领啊，太初经过以公啊，太初经过哈，来这以他辖下的地方，我这个月这个月里边啊，太初经生啊，脚太为生啊，新娘生，古国生。这种新娘庄啊，哦，在1862年做已经有新娘庄了，这边就是灯塔，这种也灯塔出来哈、哦。好了，这个地方新领都还是个小村庄，到了1862年这边换成小村庄了。到了日治初期的时候，明治34年，全省行政区划的时候，会县为兼，百乐为兼的时候，当时新领被发展成街，但仍然处于盐水港现有下降。咱是属江水港，江水港下骹的市民啊，街，嘛，迄当时市民中心是这个样子的，啊，到那个时阵啊，因为是市民啊，台南关哈，后来到就是那个新营郡，下在盐水港街，时空背景差不多哈，我们再看，好，名字中万铁路线，这个新营火车站设立，所以明治34年的时候，这小岛建立吧。等下，这个地方做好。我明明当时是这样，一个车站坐在那边而已。加工旁边还有驻军呢，还有驻军，有一些什么？我就东某东，我东某啊，东方两个，因为设厂就好像现在高铁，一个去高铁那个地方啊，你可以看高铁附近都荒凉。但是各位想象，各位你可以想象，经过60年的演变，多大转换啊！好说为什么高铁要坐站坐那个土地？那个地方很多人在炒作，但是管之内还是会很荒凉。到九十七年，当时的地方，请高铁站那些转换了。明治34年的时候，纵贯线全线通车的时候，新领的新式交通往正式开通。这个开机，新领的繁荣和开机啊，因为它变成的是陆路的交通要塞，虽然没有海路，但以陆路的交通要塞。好，明治44年，盐水岛是后来这里成就这里江水哦。你懂啊？这里是什么呀？它在这总社的站的枢纽这里，它到底啊？所以这个方面，这里为了要办事方便，因为它车站旁边，所以话这里的办事处于近的恰到的地啊。这里要到最后这个地方，到这整个厂长中心变成在新里总厂。啊，你就会发现那个人变啊差很多哈、啊，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厂长的设置在早期厂长的设置对这些人也非常的重大哈。这里讲到今年是初代建设厂长教我车啊，在民国41年收通车营业，所以老经验的人大概都还有记得，修一下的起啊，一长这个记忆啊，这个就是说宝宝的地方修上多钱啊，宝宝一车。这个右升平安一条系统教我车，包括哈、哦，我把车要停三龙三拐就是一共一线详细的几家家，几类我看来新疆三家，以前人大概都用来通车的，包括东山的所在，包括欧祖拿，啊，这些人是解放后下来新疆家，包括通学，包括哈一些高山，很多都是用教我车在怎么样，在做证，那运输工具，所以。在前宋时期的时候啊，这个讲到这个地方，还有讲到说纸浆工厂、刷绣啊，哈，绣棉当绣，那这工商要慢慢设立哦，整个新领的这个气质融出来，新领啊慢慢发现，好。好了，到了大宋9年的时候，到了1920年了，开始新上来一条电联哈，就新了哈。这个小地方家的要盖一条什么哈？整个经那个整个分缆车
全省工业都改建啊，他把那个把厅改成多进街庄，新娘这时候正式取代仁顺，这种什么进的行政中心就滚啊，新宁郡啊，新宁郡辖下新宁庄、仁水街啊，一个是新宁街啊，哈，仁水街、比如庄、白鹅庄、关仔庄的这些地方，所以新宁正式调分为继仁水港后，仁水港取代了谁？成为仁水港堡、仁水港街。今年取代盐水港街变成新宁郡啊，继续走，继续走，你怎么继续走这里？你看怎样？继续走这里，你怎么类似的县政府所在地嘛？本来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哪里，知道吧？现在的台南县警察局，这里早期继续走的设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建议所呢？体建部啊，体建因为体建部这里边呢。现在的管建物的事情，这里那个刑法局分局那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啊，后面的资料会有哈。包括以后啊，这里讲到就是城中区的划分了哈。民国35年，台湾省城中区划分的时候，主要是这个面积大限制，各位可能老一辈人才知道，划分因为县所的区啊，大台湾县，你只叫大台湾县哈。就是包台湾关哦，包括现在台湾关、昆明关哦，那时候怎么叫做大台湾县哦？包括现在的嘉义县、宜兰县，后来啊、再切割为啊，民国三十年把它切割为台湾县、嘉义县、宜兰县。那么台湾县的辖区，我们后来讲台湾县的辖区就是这五个郡，这五个郡包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我们在交界上划分的五个区，而且这五个郡的它的历史背景啊。但是结果我突围出来哈，新宁区、新化区、新丰区、北屯区、上丰区、社和区，这五个区都设有区立所，新宁区也有设区立所。那么中文区的区立所设在哪里呢？设在马寿。北屯区的区立所设在哪里？设在嘉里。所以你会发现北门高中区呢是在嘉里，而北门都在高上，就是水果门。啊，一些嘉义啊，现在北门郡的郡立所是设在嘉义啊，新化郡的郡立所设在新化，哎，新丰区设在哪里啊？在这里永康啊，这个我就不要说啊。县治，然后改了说县治设在新民镇，一直到民国70年的时候，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民国70年新压定，它叫做新人事。以前啊，黑板是几年前呢？现在结了十，应该要10万以上，人口10万才可以分作为市。它因为以县市的所在地，黑板镇啊，有很多因素，所以呢，新宁镇才变成新宁市。啊，永康也是本来是镇，后来永康乡啊，后来变成市，也是道同样的道理啊。好，这个。我们讲到新宁市的一个整个街道一个时空概述，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哈。日据时期啊，因为火车新兴建设的影响，新宁商街是应该比新宁会下早要开启，比新宁会下早要开启的哈。然后纵贯线都开通以后，纵贯线也跟着开通，大概同样的时段哦。所以纵贯线的对面后边还过来过来，特别是对比哦，搭配那个咱的沙头头的，对对对嘞。就是现在东山路这个这个交通大家知道吧哈，是加上水江水，加上水鸳鸯。再早期的介绍就这么简单，一个外事情的介绍，是吧？我们新宁的大概介绍早期这个外事情的介绍，就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方，这么简单一个扎眼信心，一起日据时代以后才慢慢承接的。好了，这个啊，这个东山路是有点了哈。在中山路原来是纵贯公路的路段，南北比较大啊，这个地方啊，街面的建设是在日治昭和8年的时候，由庄生葛伟接的时候开始规划，这个资料应该是你知识里面有了啊。到大正9年的时候，拓宽了15米，并实施当街重整计划啊，在日本时代啊。非常非常感恩，谢谢，是值得，其实是真的是值得喝彩的哈。
在我们原角台的老电视的时候，发现在台南县包括新化包括磨刀包括很大包括那些人，这是因为在早期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街市重整运动，他们从他们对那个道路的规划，对整个那个商圈的规划啊，街道的规划相当的完整跟踏实，所以整个街道划分啊，一个力量很大，这来讲成功，啊，咱两块钱格子状，啊，咱街道相当的流畅，啊，那因为麻豆那边是因为早期有一些老居楼被拆掉，但是力量很大，它该是不用翻转哦。啊，刚刚整个那个那个因为陈华忠时代哈，你看有破例，你采取那种什么，采取那种跳水，不跳水接到整个那个什么，整个接到的变的格子状的方式为为准。当年中期的时候已经遭到很多阻力，但是为了啊，很大，一下想成功。所以你看他现在学起来，陈华忠呢，对于做发展，做了华东公园，有华东就是这样来的哈。好，这个。中山中心文化大众型的代表上就刚讲的哈，这个包括历史人家有发言哈，这也有概念，就是新化老街，我们刚才讲新化人那是八楼层的建筑，实际上这个概念事实上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木头林教授陈大木头林教授他认为啊，不能把它叫做八楼，因为这里几年期待也不是在这个思潮所代表的一个建筑物，因为你在日本时代，因为刚好那个建筑风引进台湾来，又加又融合了台湾的街屋的特色，台湾街屋特色所清楚的那形成那个台湾街屋，不应该叫做巴洛克建，因为虽然我们受巴洛克的影响，因为巴洛克的从现在整个近代有那种华丽嘛，主要做华丽，我受那个影响，但是基本上它还融合了很多台湾本本土的东西，所以你在讲是巴洛克建筑，他很反对说新化老街那个是个巴洛克建筑。不应该这样讲，应该叫做大正时期哈，大正时期啊啊，什么时期？那时候的台湾基屋，应该是这样讲比较贴切一点的哈。在我们新营这个地方也是有类似这样的基屋啊哈。啊，这个旧文馆这个地方哈，是我在了解的哈。进去走就是三进八进街一场啊，街一场很大风景。好，这个地方就是啊，这个地方哈，陈总统。这三个事件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啊，请不来请杨丽同意好，好像心里一样，就是现在挺疯的人都是假的，我还有你的话所以说我就提醒你哦，包括你不提醒你啊，所以说我要说这些东西有点心虚啊，所以这样吧，哎，你说改观我新蒙兰的意思嘛，啊，我以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我知道的就是三间而已，八几个人都是两间嘛，哦，啊，我记得啊，他这几年心理医院好像还有在这里，后来关掉而已啊，他说现在还没下降嘛，他说现在还没下降啊，大概这个地方哈，啊，各位可能就是说还有留下很多老记忆啊，好，啊，再讲到那天，我就这里再聊一下哈。你要回家，刚刚我们有去大家关心他怎么这些哈。那个这两个月在最近要关注，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多少留要回家啊？这个留要回家哈，范围啊哈有多大呢？在现在新山的哈，经过的哈，包括另外一些之前主张的文章的哈，这个地方通通是他的范围在内。好，后面好，后面有介绍，后面几个里面有，好，后面有介绍。因为大概是那个在中时代的时候，因为内景非常的猖狂，所以他们是可以工厂的哈，相当的大，所以整个那个主要国家低体积、低体积都要占据，所以呢，五月中哈，主要国家就会产生冲突，所以就是这样。你看现在哈，后面我看这为什么有比较少的区呢？所以他们好像做手术呢，这里。好像那个黄总也有说来做有数的遗迹啊，这一看还好像还有哈。好，这个是道路的整个道路的破碎啊，就是还有一些道路的破碎哈。如果是九楼哈，上面又翻啊，翻多，啊，这里想看一下，因为刚刚刚好反过来哈，如果六十五楼够翻中间，有点够翻中间，这块挺绝的哈。如果第三年地震第一度。
结果74年后搬民生路，结果82年对环省建昌路、太子路、东升路收完工程，结果84年对高速公路贯贯道成龙路完工，啊，你现在都慢慢啊，连接哈、啊，把整个我刚讲那个歪字形的那个街道慢慢往外扩展，就形成现在的西宁市的一个概况啊。西宁市的街市的发展，事实上它是有限制的啊。你在东南方的西北西河道、三西边的高速公路，街市的发展带来超值发展。东南这个高速公路这边在过去就是流水线嘛，啊，流水线基本，所以起码发现也是有很多往北，起码新疆呢，一点发现到新疆那边来了。新东这个地方，我记得新东红花区这个地方，很多加工工弄弄产嘛，哈。啊，你会发现过不久哦，可能红花区会往北移，包起来的拓展，所以后摆包起来的拓展，所以包起来起码拓展嘛，拢开始变化，就是咯。以前比较一点，对当然就在，对南马就在，对太阳就在，所以只有是十年嘛。所以你也注意到嘛，今年老化电嘛，前两年搞的老化电呀，前两年没有什么哦，因为西宁用最红的地方取代了。所以想看啊，因为我们知道北线桥被盐水取代了，盐水被什么西宁取代？西宁好胖，有没有？我们很胖，西宁变像北线桥、毛庄尾这样。变成一个小村庄，到这家里发现，阿老发现一点我们得发现，所以说哦，三十年以下三老高血压，还是讲哦，你哪里在用在高血压，一个是一点一个是有眼光的人，你知道心里是要往那边发展。他说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有点高血压，我就会有多人要买？其实，因为说来的是啊，百分之几来其实是很胖。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的哈，包括我们新市科学区那个地方，应该也有它的那个潜力的哈。好，这个讲到就是说我们心里的一些啊，因为有一些资料啊，我在老街查老街的时候，刚好有来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啊，西宁糖厂啊，西宁糖厂这个资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小伙这个那你们有时候你哪边敢报的一些资料，就是整理这样一个资料给各位。啊，他是怎么样？所以说江浙里面所有小火车哦，啊，民国90年的时候，糖厂关闭，啊，但是现在我们的到了东京快放上啊，东京车站就是说在最后来上东京上，最后一道嘛，一段时间我们没把它修起来，对，啊，因为它跟那个柳营洛龙区的牛乳文化节活动结合，我就因为我做过一次。在香港哈，一跟乌布里的文车感觉不太一样，各有千秋了哈。乌布里的文车以及它道地、它乡间，啊，这里香港阿敢咖啡，这次的准备客户呢，依靠国语的，刚刚讲一个就是古雅陶嘛哈，这感觉比较古味。西边的中心车站这个地方的文车了哈，加新，但是依古依靠等，而且它有个很好的优点，有贵酒。哦，贵格的钢材不敢换，当然贵格的形象的普通，我拿起我请来，它碎的哈，贵格的担心它终点有个后龙区的感觉很大。乌树林那边没有这个优点，乌树林那边终点哈，用花看到里面那个花哈，那些钢材不盖过去。但你我刚刚就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发展，但你我刚刚因为前锋已经修起来，去年还是呢，前锋修的，或者前几年我不太了解了哈。我刚刚说话就是在说的话，不给人弄，把人家说在那什么，进入黄金路老师，弄已经懂得了哈，应该是说话也在说了一些知识。在我们比如讲，你要本钱的这历史哈，我们比如这个里面哈，这光光边哈，它的来源啊，各位好，那个那天我看直播的时候，他们庙里面的整理一个资料，它可以的资料，各位如果王公庙的一个。详细的资料可以到庙里面去麻烦问折页啊。当然，它的这个庙，它这个地名就是跟这个王公庙哈，在王公庙的这个，因为开方圣王86000岁啊，1600岁，这个地名有很大的关系哈。这个情景是这样，为王公庙借出来，后来是清兵，其他非常简单。
因为吼，你讲部落嘛吼，咱叫部落人吼，很短的，啊，在黄公庙迄个所在，在黄公庙迄个所在，过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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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了后，过了了后，如果吼，你转掉，我转黄公庙。所以庙宇建筑地名，这个是很特殊啊，这个在台湾的地名是很很特殊。但是它早期，我认为啊，它应该是，你村庄应该不是偏这边，村庄应该是偏另外偏那个什么，偏那个王公庙在靠近新兴国的那一边，这个肯定是，所以你当时的王公庙底下，王公庙有地界在底下还有祠堂，这些东西里面主要。我认为他因为那个灌溉关系，他应该是他不是偏这边的，啊，他是比较倾向那一边，啊，后来就是跟新民庄连接起来，整个新民发展起来后，我也扩展开来到跟王公庙庄，这个地方整个连接在一起。说大家比较觉得新民庄会比较红红比较深吗？我懒得争吵了，经过一个社会，二十几年新民发展了，慢慢都连接起来。所以王公庙这个所在，你也注意个看，其他王公庙这个所在，都是相当可以。红庙这个所在还保留着我们台湾农村里面很淳朴的那种技术文化，这是因为看到一些写真好。啊，你看其他所在无呢？啊，你看今年伊咱起来吼，比如讲有一个所在，就有这种大概就是说每年吼三当街吼，你拜拜啊，你请人给所在无啊？你看其他你都是从外面进来的，从外面进来就让人跟人之间就比较疏离。但是王公庙这边就不一样啊，长牛公庙相当的，这边管理好。好，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就讲到台湾重要图书会这个设立啊，王公庙这个所在哈，王公庙这个所在啊，它的范围这里哈、啊，这里，以历史时间来讲，这边已经由的公墓后改为台湾医疗物品股份有限公司，归卫生部啊，什么卫生署了哈啊，管辖。后来我们公司倒闭，公司解散，啊，教堂的规模就涵盖初中、国中、毕业典礼、解散官办公室、教堂站、监理公站、周末性质，起码建区的所在，当时也看那个什么，整个有比较多在了哈。好，就打包一下哈，跟包括一下，各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打包一下，基本上那边起来的海靠哈，海靠要不行了、啊。哦，就是在那个林东里的一民路上，这个东西后来怎么有嘛？但是因为日据时代的时候哈，哎，这东西做在有谁哈？张天师傅的这个一民路也做在，也非常怀念。这林东里这边家具哈，都是伪编吗？嗯。哎，标起来的上面啊，写的纸杆章。这个纸杆章哈，大家都很用进修工具上面啊。进修这里啊，在本来等于有的所在，也有大厅哈，等于要进修一下。后来这个龚元珍哈，龚元珍啊，大然龚元珍啊，本来有该设打工一下哈、哦。所以这个地方乾隆时期这里做的是非常，乾隆时期员工1000-2000人啊、哦。因为我以前说不会了，省委啊，省主任哈、哦，他就挂了副厅，接着说一像这种描述，那个景象哈、哦，比较到给人工的家庭找回来。对，那个地方还有宿舍，你可以看看。那现在还有这个老宿舍哦，还有这个老宿舍存在，各位去看一下。这个最近拍的照片而已，就最近拍的照片。还有老宿舍区哈，一进来讲会一边路的起身啊，你还好，你还是一边路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这个草坡，草坡因为草坡有些看大树老边啊，暗基啊，然后关照到些东西，哎，看看这个地方哈、啊，那个地方很热闹啊。好，基本上都是存在一个。宿舍，好，新营公园到南岭地中心哈，这个新营公园变成南岭地中心，我想这个还是有历史的，我想这段历史各位也必须要能够啊知道哈，因为新营公园中心第二旧机场搭起起飞行家，哦，你可以看看日本神社哈，这建筑物的起码处理一些所在。建筑，啊，你这些一般用的习惯哦，这新家具，你也跟着新家的原主的那种习惯，啊，他大约说在建筑五号公园啊，这边公园嘛，那个你看到那公中山公园嘛，哈、啊，那个地方也是中山公园，后来光复后以后啊，改成体育场嘛，啊，旁边有游泳池，就把游泳池弄下去啊，装这种记忆啊，所以也不够哈、啊，这个记忆的话，你要是不知道那个地方以前是游泳池，因为说在游泳池那边记忆会嘛，
好像新的衣服要盖在那里嘛，哈、哦，那个地方以前是游泳池，啊、哦，啊，它在还有西点公园，西点公园里面地区听说很大，包括县政府，包括现在的议会，管清务，它当中新加公园来说，在新加公园看到不多，啊，因为荒芜后了，慢慢慢慢在在地管清务，在在在地区的上面，区的个新加便宜，这些的区议会，啊。像这些做一些新疆起工作，那个地方以前通通是新疆公园的范围哈，好，那、啊、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哈，前阵子我们在盖那个那一栋大楼的时候，那个新疆化工人的财产是新疆建的旧财产呐、啊，所以没有一砖好，没有一砖好的时候，他的土地所有权人是什么？新疆旧，新疆建，周五周五给政府补好，他过来了呀。所以它是什么？它的产权是新宁市、柳林乡、盐水镇、后坪乡、东山乡、白河镇、新压哦，现在五报公园，它的产权事实上是这些乡镇共同管理的哦。哦，所以这区域的这边外区那边区，另外就不管理厅啊，就是爱上银行，爱有家的，爱喜欢银行，要钱给他们了、啊、哈，就是说卖了手镯以后还要给这些乡镇啊。对，这是顺便跟各位报告的。好，那么。那个朱县长就会说、啊，就把这一个心理公园呢、啊，哈、啊，他又把它啊改建为啊一心理病毒心，所以老派人哈、啊，心理病毒心，心理病毒心，但是已经唔在讲建立科大新加公园，在新加公园改做五号公园，五号公园以后都改做心理病毒心，而且每个做停车场，啊，这个改变了哈、啊，说实在也是怎么样，也是相当的快的哈、啊，没有几年就变成这样。好，我想在结尾的时候有些意见呢，这个我总是觉得说这个比较重要了哈。啊，这个还没改过来哈。我想，影响老街发展的因素为何？刚刚好到了跟各位提到的哈。地上有钱来摸摸，地上有多少钱来需要盐水洗干净？盐水钱来摸摸，盐水钱来各种来洗干净，这个都有它的时空背景。那么这些因素是怎么样的？我当然是交通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除了交通以外，产业啊很多很多很多因素，我有社会背景。再来，毛高伟也先讲一下这个政策啊，为什么到最后今年整个大汉县的县治所在地疫情的这往的缩短啊，我们今年的发展是不是到了瓶颈？是不是也有新兴的公司会取代它？整个行政区的划分是不是在重整？即使我们台湾省，你看在日据时代，行政区的划分是非常频繁。这边今天行政区行政区来划分，因为这些都在发现了哈，它一定会变化，一定会变化，包括将这个行政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你后头加重新不要在行政区重新划分的话，对你在行政上会造成困扰。啊，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可能年后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好，荷兰、民政、清朝、日本、公民政府、运作合同各过来，直接说那改了，发现到这几个决策期，我想长远的来想，你去思考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讲了我们从刚刚讲的那么大段，以及这类里边哈，是值得各位思考的。所以。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环境，面临这样的一个时空，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觉得你必须做好时间管理，因为时代变动会越来越快，生活和时间割裂会越来越严重。啊，必须要这样的体认，你必须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各位发现哈，尤其是现代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是越来越割裂的，包括我现在在内哈，啊，上班上班以晚以后还是带孩子。就是在接受孩子的时候啊，你给我打一仗，或者盖好打一仗，我就想三个多上小学的时候，都有才艺，他说我拿过去抚慰我哈，哇，我给我盖好哈，这气象官好办哦，盖，在上面小教官，在上面小教官被盖掉了，不行啊，到底在干什么？这个马车夫啊，啊，所以就各位，你怎么样去给他做防守？你怎么样利用各位的时间去做一些规划？我想这个很重要，再来。你必须维持良好的商誉跟拓展人际关系，因为你有从前、现在跟未来，啊，你在你知道啊，对。我觉得你必须要阅读、终身学习，因为要掌握时代的脉动，
用户越来越积累的天坑，像各位今天来这边啊，就是一种啊，由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了哈、哦。你必须创造历史，否则你就会被历史淹没。创造历史的话，你的眼光就能够远大啊，你必须要能够有远大的一个什么啊，一个眼光。啊，对不起哈。欢迎啊！如果说啊，欢迎各位私底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那麻烦大家讲这些啊，谢谢各位。我们谢谢哦，那个张新来张校长哦，就因为张校长把那个时间管理非常好哦，因为这一场是到十一点嘛，那现在呢到十一点哦，还有五分钟。那我讲座呢，只是给我们把握机会。这样没有人有问题的，要问那个徐校长校长。对不起啊，校长，这个第六页哈，第六页有一些芝麻哈，说这个铁线条理解是大于不大哈。小人没有一定。那刚刚的校长表示好像颠倒了哈，是印错还是怎么样？是小人有以小给无以还是怎么样？说了无意思，哎，对，那下来讲是调解无意思啊。哦，它是印错还是怎么样？哦，调染无意思啊。哦，我刚是讲调解无意思，应该是这个文献没错哈。哎，应该这个文献没有错了，说了一撇大的创作。我刚是讲调解无意思，好，那讲错，这个印错没有错啊。哎，印错没有错，这个在印错没有错。第一页里面的话，它写建筑那个建筑啊，这里它写建筑的建设是高楼发展，1933年，但是后面啊，它上面写到大正9年是1920年时间过关，这两个是施工上的那个。好像是说什么问题？是高楼发展啊？哦，对对对，你讲说这个，哦，对对，就是说大正九年在前嘛，哈、哦，大正九年在前，高楼发展在后嘛，哦，开始规划，哦，规划，但是没有做，啊，规划在后面嘛，哈、哦，规划在后面，大正九年说超过了15米，这应该是大正九年那个地方先呐，哈、哦，那就是高楼发展的这里，哦，这个时空上。所以可能要颠倒过来，应该是拓宽15米那个地方是没有错哦。那规划就是说，征得文件的时候规划一些街道的规划哈，等在后面开始规划。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注意到，哎，可能很感谢哈，你把它指出来。所以可能在时空上有问题，对，没有错哈。啊，因为我在整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个时空有点，因为高楼在后面，大楼在前面，所以应该是这个拓宽15米的时候，先拓宽，然后再规划。对，先拓宽，这个道路是先拓宽的啦，啊，道路是先拓宽的，那规划的时候在后面再做一些整个中间的规划。哎，注意啊，最上面的那个第三点。年是38年的时候，都是有人在新建公司，年选后面安鬼人，因为是硬碰摸你啊，硬碰你好，不要不要，然后硬碰一年，还是你还是在涨，还是在涨，到这个人机状况整个发现涨，开始做一段时间，所以相隔三年，相隔三年嘛。我是上班，因为叫好像历史公署那时候是冰山两刀两罪啊，对，哎，首先规划，他规划的你有想想他宽度，现在今年算一进碰一米，首先最大他会太宽，一进上高的那个三克的，不是十五，哎，现在一进碰一米的话。我当时四人的时候，哦，也就是当时四人的时候，我进行设立啊，哦。原本在反对的时候，嗯。
应该是民国三十八年，这个年算是整个铁路全线通车的年代。对，1905年是全线通车，1901是台那个我们西里设站还有全线通车啦。所以我前面上面那个民国三十八年是整个全线通车的年代。全线通车的年代，哦，它整个设立就是个新建皇帝的年代，哦，大概一个落差是落差这样的。民国三十八年，1905年整个铁路新建完成，那1901年的时候是我们台新营这个地方设站，地下线的所在，它有全线通车的。所以我这个哈、哦，这个民国三十八年，这个时候不应，其实我不应该都在这个地方讲，应该是这个年代都不要写，这个年代不会写，只不过就是说放在规划的时候要这个反馈，所以这个地方哈、哦，所以您是，他讲的有道理啊，第七那个地方，民国三十八年，1905年，我那个年代哈、哦，是他们纵贯线全线通车的年代了。哦，因为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那1901年哈、哦，民国三十八年1901年是那个我们新营开始设站，那个地方还没全线通车。好，这个还有没有问题？啊，很感谢哈、哦，表示各位真的很用心，指出很多啊，我里面的一些时代比较错乱的地方了哈、哦。因为有时候对年代我比较马虎一点的哈、哦，以后更新对年代，因为必须要了解。但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会有这样的错乱，非常感谢。好，这样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非常真的很精彩，那个行啊来，都得行啊来哦，内行对上内行的哦，所以那个不止张校长他讲的很用心哦，大家也都很认真哦，所以呢才有办法这样子聊哦，这样子哦。那我想我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讲哦，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在这个演讲之后呢，我想也开启了各位呢对新营的很多地方呢有更大的兴趣。那没关系呢，那个张校长大家都知道他在哪边。任教了，如果可能考虑两位上考虑两位了嘛，那我相信张校长也很乐意说跟大家再继续进行切磋嘛，对不对？那呢，如果未来呢，大家呢对新营呢这个历史跟文化呢还有兴趣呢，当然还是可以找张校长继续切磋。那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资料，各位呢也可以依着这些资料呢作为一个基础呢，然后来再进行呢继续进行发展。那呢，我们再以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张校长。休息时间，那大家赶快把握机会，赶快做点休息。王宇老师，你这。